Rose 上周会见了拜登夫人 Mac CEO 提姆库克以及英王查理三世，度过了十分具有意义的时光。直到近日，他终于有空休息，在繁忙的日程中放松。26日也在 IG 限时动态分享了一系列日常美照，嘟嘴自拍卖萌，让 Blink 直呼可爱太犯规了。而 Rose 虽然穿着蓝色 T 恤和条纹裤子，看起来很像睡衣，脸上也是近乎素颜，完全没有女神包袱，皮肤还是光滑无瑕。背后的秘密就是 Rose 代言品牌雪花秀替他送来新品与精致甜点，让 Rose 不只顾到面子，还能填饱肚子。而 Rose 的造型团队也使用雪花秀完美气垫打造轻盈底妆， Rose 亲自展现妆效，也被粉丝网友们称赞不愧是补妆神器啊。